那如果说这个 alpha 呢，我们是从这个 r 呢对 r2， 好，它是一个 logarithmic spiral。 好，那是第一成像的时候，就是 alpha t 呢是等于 a 的 exponential b t cosine b a 的 exponential b t sine t。 好，那这里有一些限制，好，就是说这个 a 是一个 positive 的 number，b 它说是一个 negative 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大概怎么画。好，现在可能有点不太好画，不过老师已经告诉你它是一个 logarithmic spiral，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分析来看，如果老师先把这个这一项先不要看，就是 exponential 都不要看，盖掉，这个也盖掉。好，各位可以看它是什么，是个圆嘛，是不是以半径为 a 的圆？ 来，好，但是呢，如果现在这个我们摆进来了，那你可以看到，如果因为 b 是什么负的，尼斯负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我现在 t 开始动的时候 ，t 开始动，开始越来越增加的时候，我的半径就会越来越什么，越小，对吧？好 ，t 如果越来越大，因为这是负的，然后半径越来越小，所以它的图形呢，大概就是会这样。 老师 try my best 把画好，但是如果不够亮，就请你们等一下。好，那当然是 OK， 这是一直进来的，但是它其实事实上不会到零的，就像我们有。 气象报告说突然经过台风眼有没有刚好就有一个动荡，那时候刚好晴空万里有没有？好，它不会真的碰到它，只是说老师就这样我这样画好了。好，那它就是一个这个部分。好，这么漂亮的一个图形，那当然它不只是像台风一样，你在气象报告它不是你会看到它不是都是这样转吗？这样转嘛，好，那这次当然很好，它转到北边去了。好。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好，那当然你还有看过漂亮的贝壳，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漂亮的贝壳？也是长这样子，那叫鹦鹉贝壳还是什么？就是有非常多的漂亮的东西，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个但是它的图形好，所以我现在就要来看一下，我可不可以对它做这个把 arc lens。那当然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不是 regular。 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不是 regular， 所以当然你还是要 check 说它是不是 regular， 哎，它是不是 regular？ 那如果说它是 regular 的话，就代表说，哎，这个是没问题。那当然这个是 regular， 你可以自己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是不是 regular。 那我们先对它做微分，好，直接做好 f(r) prime t， 好，那因为我们对 t 做微分，这应该都有 a， 所以没问题。那因为这两个是。 两个函数说我们要用 product rule， right？ 围一个，围这个不动，好，然后再围它不动。可是因为都有 exponential， 所以我们就把 exponential b 写出来。好，那所以里面应该一个是 b 的 cosine t， 然后加减掉这个 sin t， 这是第一个 ，right？好，第二个也一样，就是 a 跟 exponential b t 呢？ 可以拿出来。那第一个，如果说你对 exponential b t 的话，它会跟 b sin t， 那如果你对它做，会加上 cosine t， 好，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好。 那现在呢？如果老师告诉你说，请你先算这个 length， 就是如果从0开始算，好，比如说我告诉你 t 0是等于0。好，那我这个
这个 length 也就是这个 st 呢，就是从零到一开始。好，那我就必须去算这个 alpha prime u du。好，好，那就是这个就你去做它的 inner product。所以我们就开始仔细看一下，就是这里跟这里，所以是 a 平方 exponential 的二 bt。会有一个 v 的 sin 平方，所以你就知道会 cos 平方加 sin 平方会等于一嘛，所以你知道会有一个 v 跑出来。好，那一样是 sin 的平方，这里有 cos 平方，所以会等于一， right？ 好，这里呢会有一个两倍的2b cos t 乘上 sin t， 这是减倍减掉的，然后这里有 positive， 所以它会消掉，所以就会等于零到 t 的 square root a 的平方 exponential 2b t 的。好，这里面应该是 b 的平方的 cosine 平方 t 加上 sin 平方 t 加上一。所以其实就直接写下来了哈， 0t 根号的 a 平方的exponential 2bt， 然后 b 平方加一，这老师写直接就写下来哈，这里就会等于零到 t 的 a exponential bt。b 平方加一 du 啊，我应该不能写 t， 要写 u， 因为我们现在变数是 u。好，对不起，哎 ，u。好，那刚好复习微积分，这个直接大家做积分没问题，来。好，所以我们可以写下来，这个就会等于 b 分之好 a 的，抽下来的网，好，谢谢。好，谢谢。好了，这 s 等于我就直接写了， s 就会等于 b 分之a 的根号 b 方加一，然后你把这个 u 代替进去，所以这里就会是exponential 的 bt， 然后在零的时候 exponential 零会等于一，你可以写下来等于它。好，所以它的 arc length 呢，从零到一的 arc length 会等于它。好，那所以你如果要将这个 curve 把它 reparametrize。来 arc length 的话，好，已经有人是有点烦，但是呢不会太难，只是写下来有点丑哈、哦。好，所以我们就知道 t 可以写成怎么样，因为我们要写成，哎，好，所以我们的 t of x 呢，可以写成下面这样子。所以我们的 t of x 呢 ，in fact， 放 o 的 log 函数，好，然后一加上 b x 除上 a 的根号一加 b 平方，好，好，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alpha of x 就是等于 alpha of t of x， 好，在这个地方。只要看到 t 的地方，好，就把它换成它，就把它换成它，可以吗？就把它写下来，好，就是把它带进来，好，然后你一定可以 check 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它的这个会等于一，好。
好，然后这个就希望你 check it by yourself。我一直觉得我们读数学的人是很幸福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呢，就一个段落，就讲说哦，我们事实上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更清楚去分辨两个 curve 有什么啊，有就是有多么直、多么弯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算它的 curve， 知道它可以 reparametrize by arc length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说，除了现在所学的以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想法呢？比如说老师跟你讲说，哎，这里有一条线，就是阿玛 t 等于 a t 加 b， 好，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个例子。好，那你可以看说，如果我对它去做它的微分，各位就可以看到说，它的 tangent vector 都是什么？是这个 a 的这个 vector constant vector。不会变，就大概比如说这如果这个就是它的就是这样子。好，那可是来看这个是一个口的话，好，现在老师写的这个是都还没有把 arc length， 我是说好，我们就 in general 老师这样写，比如说我就写这个，这是 unit circle， 好半径是唯一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我对它做微分，它会这个样子。好，如果你不要 unit circle 也可以，就是你很快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这是在 circle 上面做，你对它做任何的不同的点，你看到它的 tangent， 好，比如说这是 t1 好了，是 alpha prime t1， 好，如果 t1 不等于 t2 的话，它绝对不会一样，对不对？它会一直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说，在直线的时候，你的 tangent 可以叙述的时候说，就是只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不管怎么样 ，OOT。但是你到了这个 circle 的时候，你一看到tangent 会不一样，也就是你的 tangent vector 呢，它会 always。change， 它会一直改变，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另外的生机，可以让就是一个现象，让我们想说，我们本来的想法是要去了解直线那么直、那么弯，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怎么样叙述？所以从这样一个观察，我们可以想说，我们可以从 tangent vector 就可以观察到这个不一样的现象，那我们会更。Precise 就更准确的来看说到底我们可以多么清楚的描述这个不同，所以下次这个气象报告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看一下它的这个什么暴风半径，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观察，我们就想来看说从这个 tangent vector 多一点的或者是观察它的变化，或者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课，令这个 alpha of x。 好，老师再说一次，如果我写 s 的话，就代表已经 parametrized by arc length。 好，可以吗？就是一个好，那如果怕忘了，老师再写一次，它是一个 curve parametrized by arc length。好，那你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这个的 length 呢的长度会等于一的意思。好，那既然它是这样的话，我想要做这个事情是 d dx alpha of x， 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 curve 上面我对它做微分，它就是它的 tangent。 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它的 tangent。 好，那这个 tangent 老师为了要区别本来这个 parameter T 的话，老师就写一个这个箭头，这代表是 tangent vector、okay。 好，那你也知道说，因为我们是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 tangent vector 事实上是 unique tangent vector， 就是它的长度会等于一的。好，
好，那如果说我现在对这个一次分的话，就是如果我想对这个 tangent 再一次分，那意思就是我要对它再做一次微分，就是这个微分的话，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我们说微积分里面，微第一次就是指对原来函数的一个什么变化，对不对？那你微第二次就是指对它的第一次函数的变化，来，那我现在如果是对，就是我对 t 微分，就是指我要去看这个 tangent 的变化，就像刚刚这样，老师可以看到，哎，这个是什么变化都没有，哎，但是它 always 在 change， 好，所以我就可以看说。这个意思就是指说，这个就是可以 measure 好了 ，measure the change， 把 the tangent vector， 好，我们说在这个 S 上面，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因为我的。Tangent 的 length 是等于一的，那我写成平方它还是等于一的。好，那我写成平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它做微分，也就是老师写这个它等于嘛，那就是等于 t 乘上 t 会等于一。好，那如果老师对它做微分。好，意思就是指我对它去做这个对 ds 微分，所以这里就会有两倍的，好，就是有两倍的这个，也就是我对它做，所以你就可以写出来是两倍的微分 t 微分 t， 那右手边好会等于零。好，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什么？告诉我说，所以这个 t。这个跟 t 是 perpendicular 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如果老师这个画这个 curve 这样，就是 alpha。假设这个是我的 alpha prime of x， 就是我的 t。好，那这个会有一个会跟它垂直。那我们就说，它如果是一个 tangent vector 会跟它垂直的话，那表示说。这个 t 这个呢，它应该会跟它的 normal vector 的方向会一样。好，所以就是它可以写成这样，好，会写成某一个数乘上它的 normal vector， 就说这如果就是它的 normal，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说 n 呢是这个 normal。而且它是 parallel， 就是会跟我们的这个微分相似 ，t 微分，所以它就会差了一个。好像差了一个数一样。好，那可以看一下说，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写一下。如果你要这样看这个 n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 n 其实可以写成这样。好，但是当我写成这样的时候，这个 n 怎样是 well defined？ 必须要怎么样？当我这样写的时候，这个 k 可不可以等于零？如果 k 等于零，它就是不是 well defined 的。好。